最近呢，这个向日葵啊，又是出来整活了。嘟嘟嘟，奥斯卡怎么不给你们颁个小金人？演得这么像。昨天连忙赶到向日葵的，经过了两天两夜的路程，我也是连夜徒步来到了向日葵总部。于是呢，我也是连夜赶到了向日葵总部。那个连夜徒步的你可真厉害呀，给你点个赞。那么屏幕前的小伙伴，你昨天有没有连夜徒步到向日葵呢？那么这几个视频呢，大多数都是啊，这是白鹿的房间，我要进去踢这个娃娃啊，大的这种。啥也不是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，我全部都给你破坏掉了，也不知道扶一下，千万不要告诉白鹿，这是我的。你不爽来决斗吧。那个小娃娃还有那个小凳子啊，心疼你一秒。这里面呢有几个视频呢，他们的衣服箱子啊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你们认为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懂的都懂，是不是？然后啊，还有一种可能啊，就是他们呢就是好兄弟啊，人手一个兄弟箱啊，兄弟一啊，是不是？好的，那么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欢迎与我一起讨论。那么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